贵嫔为何要登宫门？该是想看清楚些中州城的百姓吧。女人这一辈子能登上宫城，受万民叩拜，也算是不枉活了。女儿知道，娘想以自己的命换我一命，但女儿无法逃，我不能让娘替我死，更不能连累清河郡，伤亲族人。策马替身向车沙场，无畏雨大风吹，心血依然。杨寿，四姑娘。在肩上，灵山皆渴望，心甘情愿一生坚守。一缕光。我自入王府，得师父教诲，得同门爱护，未曾有过半分报答。而今师父蒙冤惨死，同门惨遭屠戮，仇人近在咫尺却不能杀，已是痛苦之极，绝无可能再与其成婚。今日女儿不孝，叩谢娘的养育之恩，请娘恩准女儿舍弃崔姓，自族谱出名。自此，崔氏再无不孝女，失仪只是南陈王府的失仪。